兄弟姐妹，我哋又见面啦。今日我哋可以以真相咧，同大家分享呢个道上。因为上个礼拜咧 ，Laura 啦、我啦、欣啦，都中招。咁啊，多谢大家嘅祈祷、慰问啦、WhatsApp 啦，甚至系一啲食物啊、药物啊咁样，所以多谢大家嘅。好啊，咁今日咧，我哋道上嘅系圣家节。其实今日我录影嘅时候咧，系12月嘅20号。系啊，下昼6:30。嗯，好啊，我哋就以今日嘅集道经嚟祈祷啦。天主，你以圣家作我们家庭生活的美好榜样。求你帮助我们的家庭培养出同样的美德，终身以爱互相维系，将来也能乐聚天庭，永享幸福。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其实这个集祷经是新的，是凡以之后呢再为圣家节新编的集祷经。其实圣家节之所以好像作为圣诞期的一个庆日、是很特别的。是我们说这些节日呢、是一个信德的应用。application 是啊，耶稣降生人间，使我哋人成为天主嘅子女。我哋有天主作父亲，我哋彼此弟兄姊妹，呢个系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人类一家，四海一家，以天主嘅家为家。但系具体一啲，将佢应用起嚟呢？咁教会呢，就喺19世纪啦。系啊，19世纪末，加拿大开始有圣家嘅敬礼。咁我哋喺第几页啊？第6页啊，赵德洲神父嘅著作入边咧提到嘅。咁然之后，1892年咧，教宗梁13世咧就颁布咗通谕，将圣家咧提供俾所有教友咧作为家庭生活嘅模范。咁跟住咧，佢就開始編定聖家嘅日課同埋離撒經文，就讓到大家可以用嚇。咁跟住咧，就係後嚟咧，有啲地方如果申請過呢個慶節得到許可之後咧，就可以喺主顯節之後嘅第3個主日舉行。咁係要經過申請獲批准先可以用嘅。咁然之後咧，1911年咧，教宗逼惡十世咧又曾經暫時刪除咗呢一個慶節。然之后1920年出版法定弥撒书嘅时候咧，又复兴翻呢一个庆节。咁样咧就喺网上有啲资料咧，就话1921年开始就天主教会普世有呢一个圣家节。咁大概咧，如果你睇每日弥撒经书咧，就将佢放喺主显后嘅第一主日，当时称为圣家瞻礼。好啊，咁其实如果按咧。2002年，罗马弥撒经书咧，就写清楚噶。系啦，今年就遇上啦。系啦，如果圣诞节喺主日，即系12月25号系主日嘅话，系今年啦。咁样咧，1月1号即系跟住嘅主日咧，就要庆祝天主之母节。咁变咗冇一个圣诞期内嘅主日可以庆祝圣家节。咁嘅时候，2002年罗马弥撒经书就话咧，圣家节系宜于12月30号喎，所以我哋今日讲嘅咧系12月30号，系个平日嚟噶。系啦，我哋庆祝圣家节，咁因为系平日啦，咁呢个庆节嘅本身咧，本来咧系有3篇读经嘅。系啦，咁啊，第1篇、第2篇啦，即系唔单止3篇，仲有甲乙丙年噶。系啊，咁但系咧，无论边一年。甲年的读经呢，读经都是可以用的。一二都时时可以用。是啊，即是说呢，月年你都可以用
甲年的第一篇第二篇读经，丙年你都可以用甲年的第一篇第二篇读经。是啦，咁福音呢就唔係啦，福音就必定用返甲年，用返甲年嘅月年，用甲年係咩呀？甲年嘅就係我哋今日会读嘅马太福音第二章，圣家逃往埃及返返嚟。咁如果係月年呢就冇埋埃及嘅，冇埃及嘅，係呀，咁就我哋曾经喺月年嗰个圣家节导赏入面欣赏过嘅。OK， 好啊，咁啦各位需要注意添喎，我哋睇一睇呢呢一个第三页啊，系啦，今年我哋嘅礼仪日历咧，会见到咧12月30号星期五庆祝圣家节嘅时候咧，由于系喺一个平日庆祝下，咁嗰日举行庆日嘅弥撒，有光荣颂，用圣诞期嘅颂谢词，同埋罗马感恩经嘅专用插段，跟住咧读经一同读经二咧，你只需要选一篇嚟读。得分篇或者哥罗心书，然之后以就是搭唱咏啦，跟住就读福音啦。咁呢个喺平日庆祝圣家节嘅时候就会有咁嘅安排。即系话唔系三篇啦，系啦，系两篇读经啦，两篇系。好啦，咁嗱，而家清楚啦。好啦，咁样问到我一个问题，呢啲所谓应用嘅节日，佢喺个大嘅奥迹下。去应用在某一种人类生活的需要里面，有好处也没好处，是很大的讨论来的。有好处，因为真的圣诞节啊，到今日来讲真的是个家庭的节日来的。让我们都看回啊，圣家三口的榜样，效法他们的美德，今生以爱互相维系，正如习土经所讲。咁然后点啊？来日点啊？乐聚天庭，喺天上都是一家人。在第十页，是好的，有是好的，具体一点，不过又要小心，不要太多这些应用的节日，原因是什么？是狭窄了那个奥迹，好像圣诞节就等于圣家节，不是的，圣诞节比圣家节的意义更大更丰富，是整个人类救恩的一个转折点。好了，咁你话应用喺家庭，好嘅，应该点？但系要有优次上、重要上有个嘅分别啦。咁所以唔好将圣家节咧太过即系夸大，但亦都唔好忽略。好老实讲，当我好默想呢几日，我默想紧。圣诞节为今日香港人，为世界每个人有啲乜嘢意义嘅时候，特别近来我遇到有多木灵上嘅问题呢，我都仲系觉得我哋翻翻到一个具体嘅生活圈里边，就系我哋嘅家庭。冇人系冇家嘅，人人都有家嘅。我哋出世嘅时候系喺家庭里边嘅，咁固然啦，喺成长嘅过程可以系结婚啦，组织新嘅家庭，让下一代有家，亦都有啲情况系未必会组织家庭噶。修道生活又好，随遇而安的生活又好，但是父母会老去，会过世，兄弟姊妹各有自己的家庭，你始终是一个可以说一个因生活的人。
咁呢个家又喺边度呢？所以呢个家呢，就慢慢亦都要超越一个嗰一个好具体嘅性格嘅家，而系变成呢推己及人嘅家，教会一家咯，社会一家咯，天下一家。咁但系都固然啦，啊，嚟紧呢个星期几做冬啊？星期四，有啲人冇冬可做。咦？嗯，我嗰日点个约啊？朱古力？系啊，因为我屋企今年咧都会喺圣诞，其实我哋年年都噶啦，不过今年咧细佬又要翻工。弟父又过咗加拿大，得我同妈妈啦。咁我哋就话：，不如咧，我哋都过个圣诞节啦。咁圣诞节咧，咁咪表兄弟一齐啦，都翻嚟啦。咁系，我有时会将两个节日都并在一齐庆祝，因为咧为老人家。有機會可能咧冇咁攰都未定，咁、但亦都有啲老人家 ，Ernest 話睇嘅一個人生活家，咁我哋會唔會有真係一齊食餐飯咧？咁咁當然要祈禱啊，唔好中招啦，因為堂區都好多人咧，陸陸續續啊，我哋識得嘅人啦、甚至。郊区啊，咁都中招，啊、希望呢啲中招系好嘅喎、因为点解啊？你变咗百毒不侵啊！希望啊，可以帮到人都未定。好啦，各位，所以我哋明白圣家节，再次提醒我哋四海一家，天主嘅家系众人嘅家，冇人冇家嘅，教会就系众人嘅家。都让我哋咧注意我哋每一个人嘅家。好啊，我哋再念一次呢个集图经啊。天主，你以圣家作我们家庭生活的美好榜样，求你帮助我们的家庭培养出同样的美德，终身以爱互相维系。将来也能乐聚天庭，永享幸福。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好啊，咁都让我哋真系为所有嘅家庭祈祷啦。咁不过咧，又要问咯，揀什麼歌啊？為什麼會問的？有些人已經過了聖誕了，是不是？已經過完了，長大了，過完聖誕了，馬草都想搬走了。聖誕節不是這樣的，我們的聖誕節呢，是由聖誕守夜彌撒開始，一路高峰，到了什麼啊？一月六号，同埋主受洗节、主显节、主显节之后，仲要主显节好重要噶，系高峰嚟噶，系圣诞节嘅，可以话显示于万民啊，系啊嘅效果啊，然后呢，仲要到耶稣嘅受洗，当然耶稣受洗嗰日咧，你又唔使再唱诶，又益啲婴孩也胜于百马。因为已经是成人的三十岁了。但是圣家节的当日呢，应该全部唱圣诞歌。这些要真的同挂呀，惊吓的。读经员都是啊，他可以这样说，弟兄姊妹，今天是圣家节，因为圣诞节已经过了。我们第一首歌唱什么啊？唱什么啊？主耶稣救世主，
求你施怜惜，开恩与众怜悯，赐平安。哎呀，真要命！我哋睇睇今日嘅《集普经》之前嘅第九页，晋唐永，晋唐永点念啊？牧羊人急忙去了，找到了玛利亚和约瑟及那躺在马槽中的婴儿。哇，唱咩好呢？唱佢出嚟咯！我哋今日都去到玛利亚约瑟面前，去到呢个诞生喺马槽中嘅婴孩。各位睇下，今日我哋将佢呢个小耶稣嘅圣像咧，放喺咩啊？圣经上，圣经上边，因为圣言成为血肉。咁你话唱咩歌好咧？我识唱旧嘅喎。嗯，普天下大地，傲金我已飞步，粗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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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啊，信友们快起来啊！中文版系唱啊，唱冇啦，你中咗招都冇唱啊，唱啊，我都会中招。我都中咗啦，所以我哋大家系啊，呢个晋唐永非常好啊！我哋都好似牧羊人咁急忙去，快起来，一齐高声歌唱，通过众咒空，任天王八难关，够啦，满意啦，去啦去啦去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嘅第一篇读经。呢篇读经咧，唔使讲咁多噶啦。系咯，竟然又去到旧约圣经大赦年表啦。你去到分篇第十二页嗰度咧，你会见到紫色嗰啲字啊，喺希腊统治嘅时代咧，得分篇啊，大概系喺公元前 B.C. 200至170年成书吓、啊。好，哇！咁呢个咧已经，原则上咧，佢可以系咧。早期教会的教理书啊，慕道者读的嘛，是啊，点解梁雅明神父教我的、啊、记得，是啊，很紧要的、嗯、因为做人啊，是啊，学做人啊，学做人啊嘛，生活上高的实践，一步一步学，是啊，在天主面前行事，你读啦，读啦，好啦，咁得分篇嘅内容去脉咧、嗯，就几次诸子加分噶啦。系，咁我哋都唔需要太重复啦。嗯，啊，咁如果大家想睇咧，我建议你睇咧，阿李志忠啦写个篇系好好噶，32页。嗱、啊，佢第一粒星嗰度咧，就讲噶啦，系嘛？系几时写啊？点啊？系啦。啊，本来咧有希伯来文嘅，咁、去咗咧。埃及咧就譯咗做呢個希臘文，希臘文咁後來希伯來文又唔鬼見咗啊，咁、啊、於是咧 Max 咧 Tex 冇鬼咗啊，咁點、啊、知求上個禮唔係上個禮拜，係係以色列立國之後揾翻嘅，揾翻喺麥撒達，麥撒達揾到，竟然揾到希伯來文本係、啊、好啦，咁呢啲咧我哋唔再講啦，我哋直接就讀啦，喺第32頁公讀。得分篇，智慧之子，形成二人的集会，他们的家族充满服从与友爱。孩子们，你们应听从我，你们的父亲，你们要这样做，以便得救。上主愿意父亲受儿女的尊敬，且确定了母亲对子女的权利，孝敬父亲的人必能保赎罪过，且能戒备罪恶，在祈祷之日必蒙应允。孝敬母亲的人就如积蓄珍宝的人，孝敬父亲的人必在子女身上获得喜乐，当他祈祷时必蒙应允。孝敬父亲的必享长寿，听从上主的必使母亲得到安慰。敬畏上主的人必孝敬父母，
奉事生他的父母，又如奉事主人。你当以言以行，以各种的忍耐孝敬你的父亲，好使他的祝福降到你身上，而存留至终。因为父亲的祝福巩固子女的家庭，反之母亲的诅咒拔除家庭的基础。不要以你父亲的羞辱为荣，因为父亲的羞辱为你不是光荣。原来人的光荣是建在他父亲的荣誉上。不名誉的母亲是子女的耻辱。我儿，你父亲年老了，你当扶助他，在他有生之日不要使他忧伤。若他的智力衰弱了，你要对他有耐心，不要因你年富力强就藐视他。因为对父亲的孝爱是不会被遗忘的。天主必要赦免你的罪过，复兴你的家庭。你对母亲的接纳必获赏报。天主必以公义建立你的家庭。上主的话。感谢天主。其实这篇读经呢，我们即教会揀的呢是揀义经。是啊。好经好经。不用揀的。是啊。直观就可以了。直接。直接。直接。我细个的时候呢，每次办过届最紧要想一想第四届。是什么？孝敬父母。咁孝敬父母已经包括好多好多㗎啦。包括我有冇尽力㗎、我有冇做好我自己嘅本分啦、我有冇帮助爸爸妈妈帮助家庭啦、我有冇浪费爸爸妈妈嘅苦心啦、等等思想啦、跟住会諗到对家庭嘅责任啦、对细佬嘅责任啦、係咪再諗嘅时候呢就会对社会嘅责任啦、对教会的责任啊，对国家的责任，对整个人类的责任，一层一层想下去的、原来第四届就包含这么多的，这么多的，那么挺可惜今天，没人讲，没人讲。今天讲的什么补习啊，不要输了起跑线啊，快点找神父写信啊，及早去学道理啊，因为这样的话妈妈领洗的时候个仔又可以领埋洗嘛。冇啊，我说。是啊，好可惜的。是啊，啲爸爸妈妈亦都唔会教仔女返嚟圣堂啊，记得爱天主啊，你爱天主先懂得爱爸爸妈妈爱人家，你都要爱自己啊，记住对天主要负责任啊，对人要负责任啊，对家庭负责任啊，对社会负责任啊，对教会负责任，对世界负责任啊。唔教。一直教嘅。好分割啊。好分割。係咩呀，教嘅呢係功利呀、你要斗啊，一定要斗让人哋㗎。你唔斗让人哋，你点样可以让啊，你人生嘅赢啊，赢咩嘢呀，赢在咩呀，唔单止起跑线啊，仲要你要打低更多嘅人，打低晒所有嘅人，你咪独占鳌头囉，咁你咪叻仔囉，咁爸爸妈妈就以你为荣啦。如果唔系嘅话，你睇下阿 B 哥又俾你呢，阿骨阿咩呀，阿师婶又俾你呢，咁你阿妈就冇晒面啦。咁嗰班咧七加一啊六加二咧嘅家长咧，喺啲圣堂又好，饮茶又好，学校门口就系讲嗰啲啦，都系你个死老衰咯啊！我就喺度教仔，佢就同仔玩；我就喺度逼个仔读书，佢就叫个仔咧去行街。咁结果咧，咁咪点啊？个仔咪唔得咯，
系啊，就是、孩子喺呢啲环境之中成长。仲有啊，那个先生真系好辛苦噶，因为冇咗个太太，又冇咗个仔，又冇咗个女。因为点解啊？同太太想话倾下偈冇得倾，因为倾亲都系咩啊？读书读书读书，我倾完读书之后又系读书，跟住仲要闹你，因为点解呢？你冇帮佢手行凶。因为你不跟他做帮凶了，去逼个仔逼个女读书，你还要呢带个仔带个女去玩，还有啊，叫他一日要过年啊过节啊，应该跟爸爸妈妈是不是跟马爷啊吃餐饭的，嘿吃什么饭啊，不要去啊不要去啊，好远好远啊，几远啊，隔离条街啊。去嗰啲時間做乜嘢？讀書咯、啊。所以我覺得聖家節俾我哋重新諗下。所以一陣間咧好靚噶，喺第二篇讀經裏面，人人嘅崗位係點啊？不過咁啊，而家第31页咧。感慨噶啊，系啊！父亲年老嘅时候，你要点样对佢啊？因为香港系好唔适合养老，嗯，非常唔适合养老。点解？第一，我哋嗰个叫做咩啊？社会嘅对老人家嗰个集体嘅叫做咩公益嘅照顾呢？嗯，是非常缺乏的。嗰阵时嘅排老人院排几耐啊？排老人院排几耐啊？买位嘅起码一年到年半。如果唔系买位咧，咁你自己就谂啦。三四年或者6年都有。咁仲有喎、啊？而家我哋香港嘅老人院系点啊？非常之参差嘅质素。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去到上水安老院，我们小姊妹的安平小姊妹的，她有个花园咯，你可以自己下来怎么样走下的，又或者你下不到来的，你都可以凭栏远眺的，看得到的，甚至呢如果有人呢推你，你都可以下到去。咁你话在家养老啦，在家养老点养老啊？在家咁屈质，咁你话请个工友啦，你容唔容易啊？你有咁嘅地方做咁嘅银两啊？久病床前点啊？无孝子啊！系啊，呢度就系今日嘅读经啊，好大嘅差异啊！能够照顾父母呢，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你也想想啦，疫情期间多少院舍，就算安老院都没得探，多少老人家根本没得见亲人，很孤独、啊啊、我们没有考虑过他们灵性的需要、心灵的需要，我们只是考虑、哎、呀他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不可以直接见面啊，不可以直接见面啊，要保护他啊，不要受到感应啊，乜，喂，唔该设个电话可以视像噶，临终都冇啊，所以呢篇读经咧，好可怜啊，真系惨，系挑战紧今日我哋嘅家庭生活，挑战紧我哋嘅社会。是不是方便啲家庭过家庭生活？好啦，琴日我哋开会倾啊，同阿 Sherman 同公教婚姻辅导会，其实今日夫妻生活好难，嗯，冇机会瞓到自然醒啊，瞓到自然醒好重要，嗰、那个彼此嘅陪伴，哇，几好咧！你谂一谂。我因圣经中有噶，罗兰你而家估高温，佢话当我一起床，
张大对眼嘅时候，我就见到你喺侧边，系几感恩啊！当我起嚟嘅时候，见到你系几有福啦，好靓啊！当你能够同你太太或者你同你先生一起嚟嘅时候，能够见到对方喺你身边，系几有福嘅，瞓到自然醒啊！而家唔系噶，根本未必一个时间瞓觉，都未必一个时间起身。你望佢嘅，佢望佢嘅。Staycation 啊，乜嘢 staycation 啊？一齐去做秘境，一齐去玩，一齐去倾偈。一个星期能够有几多次可以一家人一齐食饭？有几多次可以夫妻自己食饭，互诉心声，彼此支援，咁去建设个家呢？仲有好多，你话爱之语啊，乜乜啊，男女大不同，固然要睇，要睇，完全要睇。但近来呢，啊，我 COVID 啊嘛，咁咪睇咗啲一个咩啊？你有睇土耳其？是啊，土耳其的一个，我真的很喜欢土耳其啊，现在。一段的故事很靓的，是每个人的家庭都会有困难的，不会没有困难，原生家庭都有困难，没有一个原生家庭是完全十全十美，成家都不是啊。啊，那你想一想，那个主角有几个人都这么说啊，他说我看很多书告诉我怎样去爱，但实在他们给不到我力量去爱，是你们给我力量去爱，是我在你身上得到启发，你愿意去爱我，所以我学习得到怎样去爱。各位，爱的力量是来自你们，我学怎样去爱都是你们给我的榜样。好靓，我好欣赏。你找到了未？快啲揾啦！揾到睇睇清楚点揾。好简单噶啫，嗰句系咩啊？如果我起身嘅时候见到你嘅仪容啦，系有福噶。各位，我今日讲咗好多呢啲问题啊。点呢？喺今日嘅社会，整个嘅社会生活，我哋嘅文化，我哋嘅教育，我哋嘅存在喺呢个家庭社会里边，都好不利于嗰一个家庭嘅发展同成长，去学去爱，经验去爱，同埋携手去爱。咁你仲揾紧咩？仲揾紧啊！嗰句唔紧要啦，就念咗呢句啦。天主必以公义建立你的家庭，好靓。天主必以公义建立你的家庭。第几页啊？31页。最后一句。是啊。天主必以公义建立你的。你带仔女去参加弥撒。弥撒是很浪漫的。很浪漫的。因为你跟你所爱的人，爱你的人一起。好像喝咖啡啊，倾偈一样，唔好我讲杯咖啡好唔好饮啊？反过嚟系应该享受紧呢个时间，我陪伴对方，对方陪伴我，我就系咁样去了解对方，去唔系了解，系经验到对方嗰种嘅开心唔开心，系经验佢嘅生命。各位，翻嚟圣堂参加弥撒，你个仔女喺基督身上经验点样去爱，有力量去爱，所以天主必以公义建立你的家庭。不过呢度都感慨啊，好啊，咁我哋继续睇落去啦。32页系你之中嘅一啲解释啊。
好的、嗯啊、特别呢他解释到呢他说那一个对父亲的孝爱、嗯、那个感觉、嗯、即是那个字眼应用的字眼、嗯、好啊得自己看啦、嗯、好啦那你又可以选用呢、嗯因为如果是三十日平日的话你就可以读第二篇读经嘛。所以我们由三十四页开始就继续讲一讲第二篇读经。是啦。那哥罗心书呢几时写的呢大家去到三十七页、啊、公元六十至六十三年保禄五十二至五十五岁第一次在罗马下狱期间的四篇狱函之一是哥罗心书。那样哥罗心呢是大概弗尼基亚的地区38页那个橙色框那里告诉你这个地方。好啦那39页哥罗森的地方啦然后在40页是哥罗森书的引言啦。在41页那里我们看到啦其实呢我们就在丙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连续好几个主日读、半年续式这样读了哥罗森书而啊！你见到咧，三章嘅十二至十七节咧，其实系农历除夕团圆弥撒嘅读经一嚟嘅。而今日读嘅系三章十二到廿一节，即系读多四节。咁样咧就系、是、啊，而今日读咧系个小标题咧就系、是、基督徒嘅家庭生活啦。咁我哋喺42页嗰度咧听一次，攻读圣保禄中途致哥罗森人书。弟兄姊妹们，你们该如天主所拣选的、所爱的圣者，穿上怜悯的心肠、仁慈、谦卑、良善和含忍。如果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要彼此担待，互相宽恕。就如主怎样宽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在这一切之上，又该有爱德，因为爱德是全德的联系。还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作主。你们所以蒙召存于一个身体内，也是为此。所以你们该有感恩之心，要让基督的话充分存在你们内，以各种智慧彼此教导规劝，以圣咏、诗词和属神的歌曲在你们心中怀着感恩之情歌颂天主。你们无论作什么，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作，藉着他感谢天主圣父。作妻子的应该服从丈夫，如在主内所当行的；作丈夫的应该爱妻子，不要苦待他们；作子女的应该事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作父母的不要激怒你们的子女，免得他们灰心丧志。上主的话，感谢天主。我觉得这一段读经很简单。第一个部分，他们用红色的标示出来的了、嗯、是教我们学做人、嗯、你做什么都要这样的了、嗯、做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咁仲有添喎。有时会谂，系咪做基督徒先做好人呢？系咪基督徒先就可以做好人呢？唔系噶，人人都应该可以咁生活噶，人人都可以应该系咁做人噶。不过
做基督徒啦，多谢天主啊！有一份力量啊，系嚟自天主自己嘅力量啊，唔系等于其他人天主唔俾力量，都俾。但系一啲基督徒呢，你感受大啊，你会经历啊，咁系咪其他人冇得经历？唔系，一视同仁。但你作为基督徒呢，因为你认识天主嘛，因为你跟随基督嘛，因为你祈祷嘛，因为你同天主有素心嘛，天主是你的心嘛，所以你的激励就大了咯。是吗？即是你同天主多点浪漫啊，你个人都变得点啊，浪漫咯。咁所以先学做人，做个天主的人，做天主的人。咁所以绿色嗰个部分啦，即系43页啦，好清楚噶。嗱，就具体嘅生活处境啦。作妻子就要服从丈夫，作丈夫嘅就要爱妻子，唔好苦待妻子吓。作为子女咧，事事咧听从父母，咁样系主所喜悦嘅。而自然亦都作父母咧，保禄中途又教唔好激怒你嘅仔女。要尊重啲仔女。系啊，咁样所以咧就系。当每人做好自己的岗位的时候呢，这样呢就天主的爱呢在这个家庭里面呈现出来。还有啊，有几次他用什么如在主内当行的。那么李志忠就觉得这个反省很好的，是一个榜样来的。榜样来的。即你应该好天主这样啊，好像你爱天主这样，你爱丈夫。好似你爱天主咁样，天主爱你咁爱妻子，仔女都系喺父母身上你睇到天主嘅爱，学去爱，唔好拒绝天主即父母对你嘅爱。但同样做父母嘅都睇到天主点样爱你啲仔女，你帮啲仔女去爱天主，而唔系呢带佢哋离开天主。所以呢，我已经讲咗啦，我同佢所有嘅主日学嘅小朋友啊，所有嘅儿童都应该参加圣诞节嘅弥撒噶。咁如果冇参加圣诞弥撒呢，要办告解。不过我就要阿妈去办告解。你阿爸阿妈去办告解，所以可能圣诞节我一开弥撒就会话，啊唔系圣诞节嗰日咁讲。一月一号嗰日又可以讲，一路连续讲三四个礼拜噶，系啊，系咪啊？咁点解咁呢？所以我好中意咧嗰张相，其实我哋喺锻炼嘅弥撒都用过，即系一家人里边有十字架噶，十字架系救恩，但十字架都系承担，十字架系牺牲。但十字架都是光荣，十字架时时都是我们的力量。所以这段读经呢就这样。好啊。不过呢都有一个问题。老了。要改几多啊，点改啊，一个家里面老中青幼各有性格，各有前因，各有自己的伤痕，亦都各有自己成长的背景，各有大家不要要求对方爱，你就包容他啦，你就是这样爱他啦，你好讨厌他我知道，那你就讨厌他来爱他咯，那你告诉他知道我很讨厌你，不讨厌你，不过我是爱你的。Ernest， 又是土耳其那套戏里面其中一句好妙好妙啊，是怎样啊，他真的描写得很细致、啊、就是说我爱你但我接纳你，你时时使我受伤，但是我都是爱你的，他不是有自虐狂啊。当然啦，有好多技术噶，包括埋咧
要走得出嚟啊，要点样放得低啊，要点样呢做返自己啊。一个好健康嘅人，一个健康嘅人生，健康嘅态度去处理一啲唔健康嘅情绪，一啲唔健康嘅环境，或者甚至一啲唔健康嘅相处。冇天主点得啊你话啦。所以各位唔使驚㗎，即係如果你话要扮告解扮啦，咁神父最多话俾你听，哎呀，刘玉婷神父点样讲，个世界系咁㗎啦，生活嘅顺德，顺德嘅生活系咪咁讲啊人。你如果唔系你仲记唔得佢讲㗎，记得啊，记得啊，呢个世界就系咁㗎啦，不过要有生活嘅顺德。哦，系呀，呢个世界就系咁，有生活嘅顺德。我仲记得刘神父啊，对住个圣母像嗌阿妈，因为佢阿妈喺文革嘅时候喺天津饿死咗嘛，咁佢时时想阿妈，但因为佢想阿妈，所以佢做到人阿爸。佢如果啲细路揾佢嘅电话写信，佢唔写噶，佢直情带你去见校长，你要收佢，见到吗？即系，所以呢段读经话俾我哋听，学做人啊，学做天主嘅人啊，然后你有天主嘅心，喺家庭之中各尽其职，做妻子、做丈夫、做仔女、做父母噶。喺呢度咧都要提醒大家，唔好养狗养猫代替养仔女。唔好将啲仔女当系啊狗啊猫，因为啲狗啲猫咧唔识得反抗你噶，你叫佢撕咁佢就撕，佢就噏，啊轻咁佢就低手，嗰个唔系你嘅仔，唔系你嘅，系啊，好得意嘅而家个新人真系，你要分清楚，分清楚。人呢是可以有互动，有他的自由意志，有他自己的选择能力，有他的可以说他是天主的，不是你的，最重要的这句，他是天主的，不过你也是天主。好啊，答唱咏啦。我们很多谢周家明兄弟为我们谱了这一首答唱咏。神主在他道路上行走的人，就算有风，不惧你是谁，只要你敬畏神主，在他道路上行走，就算有风，你能吃你双手赞内的食物，你便实在幸运，也万事有风。敬畏神主，在他道路上走的人，就算有风，你的妻子住在你的内心，像一株葡萄树结实累累，你的子女围绕着你的嘴，上次橄榄树茂密地枝叶，敬畏神主，在他道路上行走的人，就算有风，你可虽敬畏
所欠缺，便有这样的祝福。唯愿上主有气用圣山向你祝福，使你一生得见耶路撒冷的福禄。敬畏上主，在他道路上行走的人，就算有福。佢正系今日冇我，系啊，啱啱咁讲噶，系多谢晒，多谢晒，系。哎呀，当佢遇到个困难，同佢个家，大家贡献咪好咯，唔好督人背脊，唔好话佢有咁，佢有咁，佢有咁，系你咪做咯，你做到最好咪做到最好咯。不要有妒忌的心。好啦，咁你解释一下啦。第四十六页啦，吓都系多谢阿韩成亮神父嘅圣咏释义。阿 Benny 话佢睇晒啊。系啊，系啊。如果你写歌，你写圣咏，你唔认识圣咏，写圣咏，嗰啲歌咏团都系啊，特别自命自己唱得好好，佢唔唱佢嗰个弥撒就完全冇意义，一定要佢唱，仲要唱嗰首，咁啊个弥撒就有意义个人啊，听清楚，你识唔识圣咏啊？圣咏讲紧啲乜啊？今日好高兴遇到阿周兄弟咧，佢竟然即刻话俾我知，我睇咗你本书，我有你呢一本《圣咏释义》啊！韩成亮嘅我睇晒，我仲将佢睇到烂晒，我切咗佢。如果你唔识，仲喺度唱嗰啲咁啊！哎呀，阴公啊，阴公，你变成只鹦鹉啊！天主叫你做人，你就做鹦鹉。啊，鹦鹉学舌啊嘛，系讲你又讲咁样，攞唔到个真嘅。韵味嗰个气质，我个个礼拜问你有冇睇道上啊？你哋多谢你啊，成日都鼓励教友睇道上。唔系啊，我真系觉得好可惜。金凤嗰个老板娘就问你啦，你今日唱嗰首《圣咏》咁好听，点解噶？今日圣家姐你解俾我听啊！乜有圣咏咩？我都唔知啊。我就系知唱嚟唱去嗰几首歌，乜嘢都系长处定系远见机在世。你知唔知边个写噶？大师神父，佢系咩嘢？系圣经嘅专家，佢有份参与选答唱名。你谂一谂，佢写嘅歌呢，全部都系圣经乐章啊嘛，就因为个心被感动啦，有情人会唱歌。好啦，你解啦。四十六页吓，整篇圣咏一二八咧，其实咧我哋只有六节，我哋已经读咗五节噶啦。咁所以呢一篇圣咏咧，值得好好地去完整去睇一下。第一节咧，佢个小标题嗰度话系登圣殿歌啦吓。咁我哋睇见一号注脚嗰度咧，韩神父话嘅。佢嘅呢一篇圣咏嘅叙利亚译本咧，就会话系则鲁巴贝尔所作，咁其中一个讲法啦吓，唔一定。咁而学者咧普遍都认为系写于充军后，因为事实上咧呢一篇圣咏嘅行文咧好有智慧文学嘅色彩。好啦，咁隔篱右手边嗰个格咧，佢会话咧有两个讲法，呢篇圣咏点用嘅咧？第一个讲法咧都几普遍接受，系施祭。向嚟參與禮儀嘅人咧，即係一切敬畏上主嘅人咧，嘅一個祝賀。咁而第二個講法咧，就係呢一篇詩歌係描寫天倫之樂家庭生活嘅。佢嘅第一句話：不拘你是誰，只要你敬畏上主，在他嘅道路上行走，就算有福。呢一句咧，你可以咧直接同箴言嘅一章七節嗰句説話。对照是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兆基，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他是对敬畏上主的人的一种祝福祝贺，这样就真的有福了。
然之后第二节话点解系祝福呢？第一咧系你能够食双手赚嚟嘅食物，努力嘅成果，你就真系幸运，万事有福啦。第三节嘅祝福咧，就系话你嘅妻子住喺你内室，好像一株葡萄树结实累累。你嘅子女环绕你嘅桌椅，相似橄榄树嘅枝叶茂密，即系美好嘅家庭生活。妻子喺你内室安排得非常之好，子女环绕你嘅餐桌，环绕室前吓，咁亦都用橄榄树。橄榄树咧喺圣经入边嘅图像咧，代表青春活力吓，枝叶茂盛，咁同中国人嘅睇法开枝散叶系好接近嘅。咁第四节佢又讲翻转头，的确敬畏上主必入必受这样嘅祝福。然之后第五节咧，再引申咧，除咗得享劳力嘅成果，除咗有幸福嘅家庭生活咧，都有一个社会国家嘅层面嘅保障，所以话。唯愿上主由希翁圣山向你祝福，使你一生得见耶路撒冷嘅福禄吓。咁而第六节咧，虽然今日嘅答唱咏冇用啦，咁佢系话咧，使你目睹你子女嘅子女，即系子孙繁衍，见到以色列民平安富足。咁样而为今日咧喺圣家节用咧，好明显佢就取呢一篇圣咏咧作为天伦之乐嘅描述咧嚟到。咁样去歌咏上主，记得咧喺第一篇德训篇嗰度讲咧，敬畏上主，孝敬父母，同呢一个恭敬天主咧，为德训篇嘅作者系一件事嚟噶，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百恨以孝为先，万恶以人为首，系好真噶，系啊，因为你百恨啊，一切嘅。行为啊，吓、一切嘅德行，德行啊，以孝为先。做人都尚且会咁样谂啦，系啊，更何况你系做一个天主面前嘅人咧，所以孝敬父母同恭敬天主系一件事嚟。而且咧，父母子女、夫妻都一样啊，系嘛？所以呢段系好靓，好靓嘅。一段祝训曲，或者话登圣殿歌，哇，又系同一件事嚟噶喎，系啊，一样嘅。好啦，但系万恶以人为首一样喎、你唔尊重人，你侵犯人啊，咁、同样啊，你对人都系咁噶，咁呢个就危害啦。咁、所以呢，古书有云啊，呢、这个真系值得考虑噶，啊，不恨以孝为先，好紧要噶。跟住点啊？万恶就以为人为首啦。好，咁呢一段咧，又系咧求天主噶。当我唱呢段嘅时候咧，我就会感觉一家人喺度祈祷，一家人。阿欣啊，我妈妈突然之间话咩啊？我今年要嚟参加子夜弥撒。系啊。系。佢可能我佢话喎，可能系我在世上最后一胎都未见。哎呀，你佢真系咁讲啊！咁唔紧要嘅，天主安排啦，可以系今年嘅最后一胎，唔紧要。但系佢好记得嘅系咩咧？我哋一家人参加节日弥撒，系嘛？咁系啦，我哋一家人参加节日弥撒噶，即系咁简单。带仔女一起参加弥撒咧，系莫大嘅幸福啊！所以我好想有咧，即系叫所谓儿童圣道礼，俾啲三岁啊、两岁细路仔咧，可以一起玩啊，等等等等等等噶。同埋大家唔好介意啊，俾啲仔女喺个圣堂走来走去啦。佢咁天真，我陪俾佢走啦。咁最无限到你上嚟同我坐啦。你只要佢安全，唔会跌到，即系跌到唔紧要，起得翻身，唔好受伤就得啦。细路仔需要咁，佢可能吸引你注意噶。咁你咪话俾佢知，唔好嘈嘢，而家我哋祈祷啊。咁佢望住你，你喺度祈祷，唔好俾嘢佢食，唔好俾车仔佢玩，唔好俾图书佢玩，唔好俾颜色笔佢有颜色，系啊，拧住面去望住张凳。最重要系你点啊？祈祷，祈祷，你可以俾一张弥撒单张，
佢听得明噶，佢见到你个细路啊，周街走，弄晒所有嘅人，个个人咧都话俾佢听：我哋一齐祈祷啦！噶，你乖，我哋一齐祈祷，唔好拒绝佢，唔好闹佢，即系话俾佢听：你好乖噶，我哋一齐祈祷。咁佢学下学下咧，佢就坐埋喺度一齐祈祷啦。唔好带佢离开，佢一喊你就带佢离开咧，佢就可以操纵你。佢就控制住你，佢觉得一喊咧就得到啦，就得到啦，咪唔系噶，好啦，好，福音千欢呼，阿利路亚，阿利路亚，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作主，要让基督的话充分存在你们内，阿利路亚。好啦，跟住今日读嘅系马窦福音吓，我哋都可以直接去到第54页。咁呢一篇福音呢一个段落嘅上文咧，系言氏来朝嘅。恭读圣马窦福音。言氏们离去后，看上主的天使托梦显现于约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克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约瑟便起来，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留在那里，直到克洛德死去。这就是应验了上主藉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那时克洛德见自己受了贤士们的愚弄，就大发愤怒，依照他由贤士们所探得的时期，差人将伯冷及其周围境内所有两岁及两岁以下的婴儿杀死，于是应验了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话，在勒马听到了声音，痛哭哀号不止。勒克尔痛哭他的子女，不愿受人的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克洛德死后，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显现于约瑟，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去，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便起来，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进入以色列地域。但是约瑟一听说阿尔喀奴继承他父亲克洛德作了犹太王，就害怕到那里去。梦中得了指示后，便退避到加利纳亚境内，去住在一座名叫纳扎勒的城里。如此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他将称为拿撒勒人。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好啊，咁呢一段咧好特别嘅喎。嗯，耶稣着草啊，圣家着草啊，佢一家三口一齐走噶。好啊，系啊，翻去54页啦。即系马窦嘅传统咧，就马成日话咧，约瑟都发梦啊。咁上主咧喺贤士们离去之后，因为上文咧就系贤士由东方嚟到朝拜新生嘅君王吓，而且咧当时嘅犹太王大克洛德咧，仲叫佢你哋揾你哋去啦去啦，揾到之后话俾我听，等我去朝拜佢。咁然之后贤士们揾到之后咧，就高兴咁样由第二条路走咗啦。咁跟住呢度就下文啦。咁首先咧，上天使咧就托梦叫约瑟快啲走，带住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咁马窦特别留意喺个童年史入边咧，
特別提出咧，聖家要逃往埃及嘅，提翻呢個地方嚇。昔日係曾經係咧，雅各伯同佢十二個仔啊，整個家族咧去到埃及住喺歌生地，住咗幾百年之後，直接梅失將佢哋由埃及帶出。所以呢個故仔係重複嘅。系啦，佢就系重复嘅，重复呢一个片段。重复呢个片段，系乜嘢啊？咁啊，当时吓，亚各伯，亚各伯同埋十佢哋仔女，系啊，唔系啊，子孙，子孙，咁啊，去咗埃及，逃往埃及，系啦，埃及咧就成为咗咧，好似咧每一次咧，以色列人走难。都会去嘅地方，就系、是、吓、啊，事实上系咁嘅，个地理上嗰个佢哋个系啊经历都会系咁嘅。佢立马咯，系啊，耶利米亚都走过咗埃及啦，系嘛？系一阵间会提到，系系嘛？咁好啦，但系天主又喺埃及叫翻佢哋翻嚟，系啊。所以咧喺呢一度咧，佢会话、我从埃及召回我的儿子，系啦、啊。原来系咩啊？系咯、啊，喺隔篱嗰个蓝色格仔，欧塞亚先知。十一章一节话：当以色列尚在童年时，我就爱了他；从在埃及时，我就召叫他为我的儿子。其实佢都系讲紧咧以色列民咧喺流落埃及嗰段经历。系啊，即系天主嘅拯救。咁一阵间咧，如果我哋再喺咁嘅角度再去睇嘅话咧，喺咁去睇嘅话咧，你去睇到55页，系啦。又有一句说话噶喎、哦，系啦，但哈诺德死咗之后咧，上主天使又叫约瑟咧带孩子同佢嘅母亲翻去以色列吓，因为那些谋害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咁呢一句咧，其实亦都系引用紧出谷记四章十九节啊吓。嗰、个人咧就叫做梅瑟。梅瑟咧，你记得啦，喺出谷记一开头嘅时候咧，啲埃及人将以色列民咧覺得佢哋生養太多啊，就將所有初生嘅男孩子殺死曬啊嘛！又係殺嬰孩。係啊，又係殺嬰孩。咁梅瑟就好傳奇咁樣咧，喺埃及嘅宮廷入邊，公主接收養咗佢啊嘛，長大，直至到佢長大成人之後咧，佢見到同胞受虐待，係啦，咁佢唔抵得，一時忍唔到手咧，就殺咗一個埃及人。結果佢要著草，著草啦嚇，去到米德洋，米德洋嘅娶咗兩個老婆，係啦。个女系啦，做完为姐姐做完之后就做完七年工，又再做多七年工。好啦，直至到喺出谷记嘅第三章咧，天主咧喺焚烧嘅荆棘当中咧就召叫梅瑟。咁喺第四章咧就话俾梅瑟听咧，起身翻埃及去，嗰啲想杀害你嘅人都死了。咁系叫梅瑟去翻去埃及嗰度咧去。做天主叫他做的事，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所以呢就应验了呢、应验了啦，应验了、应验了。耶稣怎样？为什么叫耶稣？耶稣就是好像个新梅瑟。不是、天主拯救啊、是第一章、创世纪，对不起，马窦福音第一章，约瑟领报所讲，这个耶稣啊，就是呢，是他要离啊，由他们的百姓之中，去由他们的罪恶之中拯救他们啊。所以呢，在马窦的概念里面，耶稣就是新梅瑟，是新梅瑟。所以呢，他同样地，你见一见啊，是吧？逃往埃及，见到吗？同样地，我从埃及召回我的儿子，同样咁系点啊？谋害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所以耶稣在呢个故事里面是新梅瑟。好啦，咁我哋再睇咯，吓，正话你嗰个啊乜嘢啊耶勒米啊去咗埃及啊，系啦系啦系啦，啊嗰个方格入边咧，54页马窦嘅二章十六至十八节啊，喺今日嘅读经系冇读嘅，其实呢一段咧喺12月28号朱圣婴孩庆日就系读呢一段啦，就系克洛德咧揾唔翻啲原事就大发愤怒吓，呢、这个克洛德系大克洛德吓，咁样。他呢就
按翻啲現時所探得嘅時期，就差人派遣人咧，將白蘭同埋其周圍所有兩歲同埋兩歲以下嘅嬰兒殺死，咁從而咧係應驗咗馬竇自己話嘅係耶勒米亞先知所講嘅話。咁喺我哋旁邊紅色格仔嗰度咧，佢所引用嘅勒馬聽到了聲音，痛哭哀號不止。勒克爾痛哭他的子女，不願受人的安慰，因為他們不在了呢，是引用緊耶勒米亞先知書第31章15節的。咁話說點解耶勒米亞會去到勒馬呢？當時是呢一個公元前507年，巴比倫王拿布高，你覺得錯啊？好長呢個名字，係啦，佢咧一把火燒咗耶路撒冷嘅時候咧，咁就將嗰啲猶太人、猶大嚇南國猶大衝軍，啊衝軍嘅隊伍咧就經過見到耶勒米亞咧，就將佢捉埋出嚟啦。咁嗰個喺朝向巴比倫嘅路上咧，經過勒馬。咁樣咧，就應該係巴比倫人咧，就問耶勒米亞：你好客氣咁同我耶勒米亞講啦，你想跟我哋去巴比倫咧，我哋帶埋你去噶啦。又或者嗱，如果你想流落喺民間咧，都得，我哋都俾你留喺度啦。咁樣耶勒米亞呢個時候咧，就於是佢話喺勒馬聽到聲音，咁而佢講嘅引用嘅勒克爾咧，勒克爾係雅各伯嘅外妻啊嘛，佢嘅坟墓喺白兰附近，就差唔多呢个位置，所以佢引用勒克尔痛哭他的子女，系讲紧南国犹大面对国破家亡嘅时候咧，痛哭哀号不止，因为他们不在了，咁系描写国破家亡之痛啊。咁到底耶勒米亚去咗边咧？就你要去到第40章先发觉咧，耶勒米亚结果就选择去埃及啦，乜嘢都唔再睇啦，归隐啊嘛，乜都唔再理啦。系啊，去到某个阶段咧，都要噶，都要噶。我而家走向呢条路噶啦，系乜嘢啊？交俾天主啦。我哋咧，做完嘅话咧，就归隐啦。呢个归隐唔系消极噶，而系祈祷之中睇到未来。好啊，咁呢一度咧，佢要讲嘅啫。就是耶稣着草啦，好啦，咁个故事继续发展噶、哦，好啦，而家大哈洛德死咗啦，系，佢几时死噶？公元前4年，咁即系话，系，公元前4年死，系，咁佢杀婴孩呢？所以佢杀两岁或两岁以下嘅婴孩咯，咁即系杀完，所以即系，但系所以点解由呢度计到条数咧？耶稣大概系公元前6年出世咯，公元前6年，吓，大概，因为大哈洛德未死啊嘛，系啊，咁计翻条数，两岁或两岁以下嘛，咁啊，咪6年咯，但系个困难又系咁啊，系啊，我成日都问，系咪大哈洛德一杀完人就自己死鬼埋啊，或者错手自己都斩埋自己啦？这个慢慢研究啦，你听人答我啊。所以呢，除非呢，即佢当年呢，就是杀婴孩嘅时候呢，佢差唔多。差唔多死啦。嗯。咁都有机会嘅，佢惊㗎啦已经。吓嘛。咁嘅时候呢，计起上嚟耶稣就是公元前6年出世嘅。好啦。咁样呢，首先54页呢，我哋搵嗰张 icon 呢，是 Coptic 埃及禮咧所畫嘅聖家逃往埃及嚇，咁樣埃及嘅基督徒咧，佢哋最古老嘅傳統咧，即係聖家係真係逃到埃及嘅。咁而去咗埃及邊個地方咧？嗱，大家可以喺55頁嗰幅地圖啊，係喺個真實嘅朝聖地所列嘅地圖嚟嘅喎，你會見到咧，大概咧有紅色嘅虛線嗰個箭嘴，就係、是、由以色列地流去埃及嘅，咁你发觉咧，佢系去到非洲北部啦，先喺嗰个尼罗河三角洲嗰度揼咗个圈，然之后咧沿住尼罗河向南行嘅，记唔记得啊？嗱啦，嗱到喺一个地方咧叫阿穆拉穆哈拉嘅 monastery 嗰个位置咧，嗱，Coptic 嘅传统咧就会话咧约瑟喺呢一度，喺呢个位置，嗰度有个山洞啊，大概咧耶稣喺嗰度
住咗年啦，半年。Okay. 住咗半年之后咧，约瑟喺呢得到呢个梦咧，天使叫约瑟带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去，因为那些谋害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便起来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进入以色列地域。咁跟住嗰条箭嘴咧，向南行多少少之后咧，就转为黄色嘅虚线啦。你会发觉咧，佢南下落多少少之后咧，就沿翻尼罗河北上翻，然之后咧就去啊，又差唔多接近经过红海边咁样，再翻入以色列地域。嗱，要记得埃及教会有佢嘅传统。嗯。而其实埃及的教会特别是亚历山大尼亚呢，是啊，好早已经。好早好早已经。有犹太人㗎啦。有犹太人㗎啦。记得呢七十年前本喺嗰度。是啊，公元前三百年。是啊，应该嘛。咁而且呢基督徒呢、嗯、都以埃及基督徒以边个做。圣马尔谷啊。是啊。开教啊。开教。就以亚历山大卓啦、嗯、作为一个。好重要嘅中心。教会嘅。中心噶嘛，古老嘅中心，古老嘅中心，所以埃及嘅教会嘅传统咧、嗯，就会话咧系真系耶稣啦，会啊去到啦尼罗河嘅南端噶，咁、嗯、样嘅。好啦，咁呢一度咧都要注意、哦，我哋立即睇落去嘅咧系57、58喺罗马嘅 Mary Major 圣母大殿。Santa Maria Maggiore， 圣母大殿。嗯、好啦，58咧、嗯，就系、是、嗰、那个我哋话凯旋门啊，嗰、嗯那个壁画。但你会留心、哦，原来呢啲壁画咧，59页、嗯，其实就讲紧今日嘅事。系啦，包括我哋所读嘅啦，系咩啊？第一幕系咩啊？嗱，左上角嘅第一幕吓，天使向玛利亚报喜，又通报约瑟。系啦，马窦噶、嗯，马窦嘅。啊第二幕是什么？要去到右边的下方了。然士呢拜访克洛德王，询问新生王所在地。见到吗？二章的就是没了。那跟着第三幕是什么？跟着去回左边的第二幅，数下来第二幅。三然士呢，这章不同了，就拜访玛利亚、约瑟和圣婴。咁其中一位言士咧，系指住二星嘅。系呢、這个就系马窦所讲嘅、嗯、言士来朝啦。系啦，咁第四幕系咩啊？系啦，去到右上方咯，右手边吓，献耶稣于圣殿，遇见阿纳西麦安同埋以色列各支派。這個、呢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嘅路加嘅，路加嘅系啦。跟住咧，第五幕左手边嘅，唔系，天使在梦中啊。告诉约瑟要带圣家出去、哦、逃往埃及啊！系啊，系啱呢个就今日嗰段啦。系啊，就今日嗰段。系啊，今日嗰段，佢将路加同咩啊？马窦结合咗咯，结合起地，但基本咧系马窦噶。系见到嘛？咁佢咪着草咯？系啦，好啦，咁第四幕去到第五幕啦。左手边嘅数落嚟第三幅啊，喺呢一个圣殿上。嗰间圣堂上高，耶路撒冷圣堂上高嘅第五幕系克洛德王好惊慌，下令屠杀两岁下所有男婴。好啦，咁第六幕系咩啊？右手边嘅第二幅吓，圣家逃啊到达埃及，有位当地嘅管治者贵尔。好多呢啲古仔系啦，好多呢啲古仔，只要你翻到去咧呢一个第55页，咁有个连结嘅。咁你打开嘅话咧，你就会睇到啦，好多呢啲故仔啦，就话咧耶稣经过啊，咁咧嗰啲屠人咧就皈依啊，皇帝又皈依啊，酋长又皈依啊，嗰啲咁嘅偶像啊崩晒啊，偶像又会烂啊，系嘛？其实呢啲记载有一个好古老嘅经外文献，叫做雅各伯福音有。系啊，我知你读咗，喺网上揾到英文版嘅。未读晒，不过其实都唔系凭空写出嚟嘅。嗱，整个嘅马窦福音咧、都有种复传嘅意味，好强噶。因为马窦福音最后嘅都系点啊？我同你哋天天在一起啊嘛。直到今世嘅终结做咩啊？之前系叫佢哋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啊嘛。系啱，啱唔啱啊？啱。所以你睇下，现时来朝由东方嚟。见到嘛？外邦人，外邦人认识救主，
跟住耶稣亲自去传教，去边度传教啊？埃及，去埃及，见到吗？然之后呢，佢将埃及人啦，带俾边度啊？天主，见到吗？所以佢系身为神，唔系净系拯救以色列，要拯救众生，所有嘅人都经耶稣能够由罪恶中被拯救出嚟啦。好，咁而家翻翻到历史五十六页，系啦。约瑟一听说阿尔克鲁继承他父亲克洛德作了犹太王，就唔敢去嗰度啊。因为嗰度咧，呢条衰佬管噶，系啦，喺边度白冷嘅归佢管咯。系啊，犹太嘛，系。我哋喺旁边嗰幅相啦吓，即系多谢澳门教区画咗呢幅图。你首先见到咧，克洛德咧系佢唔系犹太人嚟噶，佢系呢一个伊杜麦亚人嚟噶，不过俾罗马帝国咧睇中咗，立佢为犹太王。咁不过佢咧喺公元前四年就死咗啦。佢一个人死咗咧，佢咁大个帝国版图咧就分咗俾佢三个仔，三个仔咧三个绿色圈就圈住啦。咁而呢度所讲嘅阿尔克鲁咧，就会喺见到呢一个左手边呢个海边嗰个位置咧，阿尔克鲁咧企住嗰个位咧，其实佢管咧系整个粉橙色嘅地区啊，系犹太啊，直落去呢、这个耶路撒冷啊、伯冷啊、犹太旷野一带。咁由于当时佢非常之残暴噶吓，咁按呢度所讲咧，阿尔克鲁做犹太王嘅时间咧系公元前四年至到公元后六年，六年噶咋，系啦，一共做咗十年噶咋。一共十年吓，就俾人丙走咗噶，一个衰格，好衰吓，啲人咧就泼佢，即系点讲啊？投诉佢，咁结果咧佢被革职嘅，系啊，咁又出翻嚟嘅时候，就即系肯定系公元后六年之前咯，系啊，佢做紧犹太王啊嘛，系啦，咁于是咧。嗱，马窦福音就咁讲啦，于是约瑟就退避到加里利亚境内一座名叫纳匝勒嘅城里。嗰其实嗰度边个管噶？系啦，边个管呢？我哋睇见阿尔克鲁咧，再往东行咧，过咗约旦河咧，嗰、那个人咧叫做安提帕，克洛德安提帕，佢管嘅地方咧，其实咧系包括嗰两笪绿色加里利亚同埋培勒雅咁样咧，所以其实你可以将呢个人个公仔咧，我哋而家就用绿色箭嘴指上去啦，系因为惊咗阿尔克鲁，所以约瑟咧带埋玛利亚同小耶稣咧就去到加里利亚住喺纳匝勒城。即系呢条僆仔都唔系好人嚟噶，啊后嚟都唔好噶，后嚟佢杀咗阿边个噶？洗者约翰系啦，斩咗佢个头啊！哎呀，唔系斩咗佢个头啊！唔系斩咗约洗者约翰个头，系佢抢咗落嚟嘅佢兄弟嘅老婆嗰个女去怂恿佢啊！咁都系佢斩啦，佢冇喐手啊！总之都因为佢啦，系啦，好系啦，呢个后嚟再讲到约翰嘅时候再讲。好啦，咁最重要嘅就系后边嗰两句，如此应验咗先知所讲嘅话，他将称为耶稣将称为纳匝勒人啊！但纳匝勒根本就唔出名，系啊，圣经都唔系采佢，旧约未出现过呢个名字啊嘛。咁点会有先知讲先得噶？系啊，咁啊，李生点了解啊？啊，李生有一点很好好噶，喺第六十一页，佢就由咧，由叶失嘅树干。明白，我哋啱先读完嘅咋？张林奇第二主日读嘅，系啊，以撒二亚嘅十一章，系啊，叶失嘅树干将生出一个嫩枝，嫩枝呢个字，同埋由它嘅根上将发出一个幼芽，嫩枝或者幼芽呢个字咧，你见到阿李生就列出去嘅希伯来文嗰三个字母啊，佢话叫你留意一下咧，纳匝勒呢一个名嘅希伯来文咧，嗱你记得由右读去左嘅吓。嘅头三个字母是一样的，只是纳匝勒嗰个字咧，后尾多多一个希伯来文字母嘅啫。所以咧，由呢一个希伯来文嘅研究入边咧，你会发觉咧，幼牙同纳匝勒咧系非常之接近，
可以讲即系个发音上咧，好接近啊。系啊，咁所以咧就会话咧，即系点讲啊？其实系应验咗咧。叶失嘅叶要由叶失嘅树干生出嘅嫩枝咧，就系喺纳扎勒嘅耶稣啦。系啦，嗯，咁当然啦，最后耶稣喺十字架上都被称作点啊？入纳扎勒人耶稣，犹太人嘅君王，佢嘅咁状态。如果系咁嘅话咧，纳扎勒人咧，其实就系叶失嘅幼苗，嗯，叶失嘅幼芽，点讲啊？叶失嘅幼芽，系啊，耶稣，系啊，你咁连接住我哋读读上过啦吓，叶失的幼芽，耶稣，犹太人的君王，咁你就明好多啦，明未？系咪豁然开朗咧？所以各位喺呢段读经里边，我哋学到啲乜咧？我成日都觉得三部曲，第一。是你咩感受？第二，你领悟啲乜？然后你同耶稣倾下偈啦。为我领略嘅咧，其实每个家都遭遇好多挑战嘅。边个家冇遭遇过呢啲问题？见到吗？所以整个人生啦，每个家庭都会有嘅。最紧要系听天主嘅话。所以弱势点啊？在梦中啊，听天主的话，星星吹梦醒啊！你那句，犀利、啊，是我上次礼拜讲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可以言者内入觉，不可言者内入梦，星星吹梦醒，醒者无言，就跟住天主的旨意去啦。咁呢度要重申啦、耶稣就是那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由罪恶中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好。62页那里提一提大家、教宗保禄六世呢在1964年1月5号呢去到纳扎勒就讲了一篇讲道呢去提我们纳扎勒圣家是一所学校是我们学习福音的学校。学的呢三样东西提醒我们静默耶稣出外传教前的30年都在静静地聆听天主的讯息。第二点家庭生活是爱真正的交流。第三点学工作。小耶稣亦都跟随圣若瑟去学一门手艺。这样这个圣家生活的榜样整篇导读我们在63页那里开始列出来大家值得是慢慢去细读的。我喜欢过静默。一家人一起祈祷，静默，唔使同个仔讲咁多嘢噶，唔好同个女讲咁多嘢，大家静落嚟同天主讲啊，真系嘅，一个安宁啊，咁跟住咧，就家庭生活咧，就系生活，生活嘅啫。第三，工作。所以边个唔做嘢就冇食饭，几细个都可以噶。自己玩嘅就要点啊？自己执翻好，系咪啊？系啊，由生活上高嘅小事嘅训练开始，有家教。嗯，好。咁咧到咗65页咧，每年都会有啊。咁今年我哋堂区都有，我谂好多堂区都有。我哋昨日同公教分辅导会咧，就会系咪 Ernest 系几多啊？2月嘅，我哋堂区啊，2月嘅5号同12号星期日嚟嘅，过埋年，一个咧又系唔系啊？两样啊，一个就系元宵节，哦，元宵啦，一个咧就系情人节之前，哦，我哋咧会请翻今年咧系所谓啊祝福嗰啲啊。即系结咗婚几多周年啊？咁啊，再一次感恩嘅祝福嘅咧嘅夫妻翻嚟咧，去分享翻，即系同偕白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再一次认识对方，欣赏对方，感谢对方，
好啊，咁呢个咧就系香港版嘅一个可以话系祝福或者话重宣嗰个爱意嘅，吓、某某天主将你赐俾我作为妻子，系我一生嘅幸福，我感谢天主，感谢你，同你一起感谢天主，好靓嘅，好啦，咁你会话六十六页咧？其实咧，系呢、這个拉丁版嘅婚姻礼典啊，1991年嘅第二标准版入边咧，原来都有一式咧，系喺弥撒中咧祝福庆祝婚姻周年嘅夫妇嘅仪式，可以做呢个祈祷嘅噃。咁啊，67页又系啦，系啦，咁啊68咯，好得意嘅外国人会噶，成日中意俾戒指人噶。求婚一只戒指，结婚一只戒指，系啦，咁啊可以用原来嗰对戒指，亦都可以祝福新嘅戒指都得。喺呢度咧，我又再讲啲老人家噶，老人家话俾我听啊，结婚戒指唔好用嗰啲真金啊嘛，唔好用咁贵重噶嘛，千祈啊，因为咧几贵咧，你会变卖，但系真正嘅宝贵系咩啊？你嘅心。你的应许，你对对方的那份爱啊，是不能出卖、不能变卖的。系，好值得谂啊！唔系嗰只个卡数越大，就表现点啊？越爱你，嫁得好，唔系咁噶。OK， 好啊，好啦，献礼经，上主，求你悦纳我们的献礼。并因童贞圣母和圣若瑟的代祷，坚固我们的家庭，使我们时常在你的恩宠及平安中生活。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咩？呢张相咧，影呢个马槽咧，就真系好逼真喎、哦，真系好似喺个行人隧道入边喎，然之后仲挂晒嗰啲，嗰条孖烟筒都俾人攞出嚟挂，即系系啦，摆咗好多米喺度啊！前边有杯面，当然有本圣经啦，圣言降生成为血肉啊！念呢一个献礼经嘅时候咧，固然啦。求天主下因童贞圣母同圣若瑟嘅代祷，坚固我哋嘅家庭，使我哋时时喺你嘅恩宠同平安中生活啦。都记得啦，实况咧，好多人咧有百般嘅处境，系喺一切境遇当中咧，都依然系依赖天主嘅恩宠平安吓，藉住降生成人嘅救主去应许同我哋一齐。去经历世间的一切，这段呢放这段好、我上个礼拜有个打击啊，咁我哋有啲咁嘅叫做咩送俾嗰啲街友啊嘅礼物包啊，两个物份，好多谢大家捐献同埋筹备，咁有个生果有个饮品啦、啊，咁我哋放一啲出嚟就话俾人听。啊！你哋都可以攞去啊！你屋企附近嘅街友讲声圣诞快乐，同佢哋做朋友啦。啊！一个细路同我讲乜嘢叫街友啊？咁我话啲露宿者咯。乜嘢叫露宿者啊？咁我话嗰啲喺隧道啲，佢哋唔读书啫嘛，佢哋冇勤力读书啫嘛。我爸妈系咁话俾我听啊。我喺度谂。真的没家教，哪个说露宿者没读书、我认识的有些是博士、有些最早的是港大生来的，英雄莫问出处，落魄莫问根由、没人想的，没人想的，而且 Ernest 你应该跳隧道是跑马地的嘛，嗰度讲英文噶嘛？佢哋街友讲英文噶，唔好咁教啲细路啊！人咧真系有幸有不幸噶。你今日能够食得饱、着得暖，唔担心嘅，咁你咪去睇睇。有啲人真系冇你咁好彩。
可能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甚至对自己都有一份的不知怎样的一种的可以说失望都未定，未必的，不过总之这些是他的生活方式啦。那我们能够跟他做朋友，了解一下他，互相的鼓励一下，咪几好咯。如果我有两个蜜粉，咪同佢分享一个蜜粉咯。我有三个，咪同佢分享。做朋友，耶稣啲我系做朋友。啲家长要大啲，细路仔去认识呢个社会，认识人生，认识呢个就系我哋嘅生活嘅环境。耶稣话：你哋为最小嘅兄弟所做噶，系为我而做。家长啊，你唔好使啲仔女咧变成，我都唔知点样讲，生活喺象牙塔里边，小心啊！疾风知劲草啊！有一日如果有打击嘅时候，佢哋挨唔挨得住呢？所以请你帮佢哋进入人生里边，要喺边度揾耶稣啊？不是在吃得圣诞大餐之中找耶稣，亦都不是在百货公司里面，亦都不是，哎呀，我今天看到徐家汇那张什么参加主耶利撒攞的飞了，居然是圣诞老人头啊，有功。不是圣诞老人。所以兄弟姐妹，这个献礼已经帮我哋翻翻到我哋嘅家庭生活，求你悦纳我哋嘅献礼，主耶稣，上主天主，请你悦纳我哋嘅献礼，因同圣玛利亚同约瑟嘅代同坚固我哋嘅家庭，使我哋生活喺你嘅恩宠与平安之中。好啦，咁啊。中遮词咧，我哋唔使拣，系啦，因为已经几个可以拣嘅，任拣。系啦，咁73页。从此，智慧在地上出现，与世人共相往还。几靓啊！我哋先睇嘅时候，系啊，学够智慧。74页，知仁慈的天父。你以天上的食粮坚强了我们，愿我们时时效法圣家的榜样，彼此扶持，共同经历世间的试炼，日后与圣家同享永恒的幸福。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妈，靓哦！我哋将佢整容啊，将一张 icon 啊放喺一家人食饭嘅后边，系啊，我哋用圣家咧作我哋嘅一个咩啊？时时效法圣家的榜样，彼此扶持，共同经历世间嘅试炼，真系噶，同享永恒嘅幸福。系啊，磨合要磨噶，要合，如果唔想磨合就变成磨难噶啦。所以呢，最后经过世间的试炼，我们同登天涯，好靓啊，好靓。我记得早餐啊，曹太，哎呀，阿妈，我爱你啊，所以你跟耶稣啦，我最后我都跟耶稣找回你的。最近有个教友也咁同我讲，系同样嘅说话出现啊。佢爱己先生，爱到咁深。好，咁样咧，祝福家庭啊。咁呢个咧，大家可以参考啦，自己睇啦。不过咧，我最喜欢嘅咧，系呢个礼成祝福喺76页。如果我哋话咩叫做本地化？咁當然啦，應福曾教授就話：即係睇邊個化邊個啦。咁其實就係話信仰生活化，信仰真係生活喺我哋當中，使我哋天主化、基督化、聖化。好啊，呢個祝福好靚噶。
天主创造亚当、厄娃，并由他们传生人类，使人在家庭中得享天伦之乐。愿天主降福你们的家庭生活美满幸福。阿们。当时期一满，天主就派遣他的圣子降生成人，作我们的救主。他以自己为新郎，深爱教会，以教会作为他的新娘。愿主耶稣基督降福你们夫妇相爱，永结同心。阿们。天主以去圣神的恩宠召叫和圣化众人，愿天主圣神藉圣母玛利亚及大圣约瑟、圣约阿敬及圣亚纳、圣路易及圣泽利马丁的榜样，圣化你们家中各人，贯彻始终，完成天主所赐的圣召，来日与万民一起同享天国永福之乐。阿们。好靓啊，父子圣神。系啊，好靓好靓。好啦，咁呢个祝福咧，系啊，都系我哋大家咧，系啊，为大家祈祷噶。即今日我哋嘅道想，想同大家分享嘅祝福。咁到七十八页啦，系啦、啊。咁小德兰嘅父母啊，圣马丁同埋圣圣路易同埋圣泽利马丁咧，佢哋一家。哇！一张成像画啦，九个仔女加埋佢哋一家十一口嘅成像画。嗱呢一段咧，系天主教教第一六五八条咧，系讲有啲人咧系喺世上冇组成佢自己嘅家庭，但系咧四海一家，每个人都有家，教会系众人嘅 家。好啊，咁我哋今日嘅道上好几咯，满意。开心好啦，喺呢度咧，再一次为大家，我哋彼此代祷，愿圣家嘅榜样激励我哋，经历人生种种嘅可以话嘅试炼之后咧，能够与圣家同享永福。我哋就用领主后经啦，作我哋今日结束嘅祈祷。因你先讲嘢。好，咁就下个礼拜咧，12月27日同一嘅时间咧，我哋就系道上咧天主之母圣玛利亚节日嘅读经。咁记得啦，睇呢一个之前，记得重温圣诞节四台弥撒嘅读经啦。咁可以先下载咗个 PDF， 一边睇一边听啦。好啊，我哋一齐祈祷啊！至仁慈天父。你以天上的食粮坚强了我们，愿我们时时效法圣家的榜样，彼此扶持，共同经历世间的试炼，日后与圣家同享永恒的幸福。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好，大家平安啊！圣诞快乐啊！圣诞快乐，拜拜。